没有大。哈格蒙迪晚安。Good evening。哈格蒙迪好。去求你打。要做的是灯笼里的妖怪，把圈圈剪下来呢，它就会嘴巴打开合起来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恐怖的舌头。请剪。怎么了？可能比较不好剪，你这一只剪刀比较好剪。我爸却也没有剪到过。慢慢剪，我们要比谁剪的最美，不是比谁剪的最快。这样好，那你数字对数字，你找一下哦。你要先看好数字在哪里呀、啊。好，那个也是。好。哎、欸，某某先用。不光。打开，盖起来。打开，盖起来。嗯、打开。哦，咬我，咬。哎，咬不起来、哎。你要盖起来呀、啊。好。哦。啊！哇！你是什么？这是几号？三。三个是我的灯笼耶。打开。你换位，我可以换一面吗？啊，咬我！哎，咬不到，咬！放开它就会盖起来的。来呀，咬我啊！它叫了。